主角巧虎的一天。起床啦！我是巧虎，早上好啊。哦，对了，早上起来要先去刷刷牙。刷刷牙，刷刷牙，牙齿刷干净。刷刷牙，刷刷牙，牙齿亮晶晶。啊，牙齿刷完了，嘿嘿，真干净。哦，吃早餐喽！哇，有这么多好吃的，早餐吃饱才有力气出去玩。吃饭饭，吃饭饭，饭饭真好吃。吃饭饭，吃饭饭，饭饭吃干净。吃饱了，擦擦嘴，出门玩喽。啊，天气真好啊。滑滑梯，滑喽。上来了。跷跷板，上下。哎呀，糟糕，身上脏了，快快洗个澡吧。洗澡澡，洗澡澡，洗澡好舒服。洗澡澡，洗澡澡，身体洗干净。啊，真舒服，洗完澡真舒服啊。我要去睡觉了，晚安。晚安。生活习惯，出门手拉手。巧虎，我们要出门了，出门要手拉手哦。嗯，出门手拉手。哈哈，巧虎，出门手拉手，快乐走走走。爸爸妈妈，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起手拉手。小朋友们，出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？对了，要和大人手拉手。手拉手，拉手一起走。出去玩的时候我会手拉手，手拉手一起走。走路的时候也要和妈妈手拉手。世界，小猫咪。哎，爸爸爸爸，快看，是小猫。哈哈，巧虎真聪明。瞧，小猫有尖尖的耳朵，
长长的尾巴。哎，他们在干什么呢？猫妈妈在给小猫洗脸呢。真可爱。乔虎，你看，这里也有小猫。嘘，它在睡觉呢。它们睡得多香啊。哎，小猫开始玩耍了。哇，好高啊！小猫，你要小心哦。啊，小猫还会自己下楼呢。一、二，咦？哎，他们在看什么呢？啊，猫妈妈在吃饭呢。吃饱了。出去散步啦。哎，小猫，别跑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小猫在练习爬呢。一、二，嗯，再来。一、二。啊，小猫都玩累了。他们要睡觉了，小猫拜拜。宝宝健康操一。爬小山，我们一起来玩抱枕游戏吧，像这样拉一拉，动一动。开始喽。把抱枕放背上，爬呀爬，爬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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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。我们现在来爬小山，爬呀爬，我来追你喽。小花猫之歌。可爱的小花猫，喵喵喵，肚子饿了，喵喵喵，想喝牛奶，喵喵喵，小花猫呀，喵。喵喵喵，想喝牛奶，喵喵喵。
我和巧虎，我会手拉手。婷婷，我们到了。哎，对了，婷婷，我们说好，等一下进去玩的时候要手拉手，好不好？走。哎，婷婷，你看那边有汽车。哇哦，你看那边有旋转木马。对呀。等一下，我们一起去看，好吗？来，婷婷，要喝果汁吗？嗯。哦。哎。哎呦。婷婷，婷婷，受伤了吗？哦，还好。婷婷，和大人出去玩的时候，要和大人手拉手，这样才安全。好。来。我们手拉手，走吧。哇，你看那里多漂亮啊，你看。来听故事，来听故事，就要开始了。大家赶快坐好，听故事了。故事小屋，小狗汪汪找妈妈。小狗汪汪和妈妈一起散步。哇，小蝴蝶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咦，妈妈呢？我要找妈妈。这是汪汪的妈妈吗？哦，这是小猫的妈妈。喵喵喵，我喜欢妈妈，妈妈也喜欢我。这是汪汪的妈妈吗？哦，这是小绵羊的妈妈。这是汪汪的妈妈吗？哇哦，汪汪找到妈妈了。汪汪汪，我最喜欢妈妈了。我也最喜欢汪汪了。我最喜欢和妈妈一起散步。玩具，动物立体电子书。大家好，巧虎好。你看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动物立体电子书，快来一起玩吧。嗯，他们是谁呢？是小鸡、小狗和小猫。对了，那这个呢？小狗，对，这是小狗。谁在汪汪叫？小狗汪汪叫。这又是谁呢？谁在叽叽叫？谁在叽叽叫？是小鸡。再听听这个，谁在喵喵叫？谁在喵喵叫？是小猫。
小朋友认识这些小动物了吗？有小鸡、小狗，还有小猫。动物立体电子书，快和爸爸妈妈一起玩吧。手哆瑞咪，握紧拳头。小朋友，这是握紧拳头，这是张开拳头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唱握紧拳头。拳头，张开拳头，拍拍小手，握紧拳头，握紧张开，拍拍拍拍拍，握紧张开，拍拍拍拍拍。拳头，张开拳头，拍拍小手，握紧拳头，握紧张开，拍拍拍拍拍，握紧张开，拍拍拍拍拍。握紧拳头，张开拳头，拍拍小手，握紧拳头，握紧张开，拍拍拍拍拍，握紧张开，拍拍拍拍拍。握紧张开，拍拍拍拍拍，握紧张开，拍拍拍拍拍。今天又要和宝宝一起玩了。今天我们来练习爬行，要用什么呢？用绳子，用床单。下面我们开始吧。先把绳子放在地上，当做小桥。加油加油！爬爬爬，来，让宝宝来回爬。下面我们让宝宝来过小桥，两个人拉绳子离开地面一段距离，让宝宝从下面爬过去。爬爬爬，爬过来喽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玩过山洞。有两个人把绳子围成一个像山洞一样的形状，让宝宝从中间爬过去。啊！哦，再来一次。好，再来。啊，太棒了！真棒！好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晶晶加油！晶晶加油哦！下面我们用床单来玩过小河，把床单放平，铺在地上，然后让宝宝爬过去。来，好，好。用小小的工具，床单、绳子，就能和宝宝一起玩爬行游戏了。你也来试试。